那里有牛肉，你看。哎呦，这的确是有这个炸赌的嫌疑，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在搞事？我觉得这件事很悬咯，这件事有点灵婉悬咯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样嘛，两百抽太阳饼啊。不是啊，这太阳饼没有太阳，你说吃一口五十，两口八十，三口一百，再吃到太阳。这太阳饼里面一定有太阳。这太阳饼我包了，我看哪里有太阳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好像是有刻意在抹黑我。我没有抹黑你，事实就在这边啊。哎，我觉得这悬咯，有点玲珑悬咯。不要一直凹啦，你现在要推给店长，我还可以更凹哦。我们是一定会有太阳的，一定会有大奖。一番赏是日本所发行的动漫画游戏周边商品抽奖，有枕头、杯子、毛巾、玩偶、徽章、钥匙圈、海报等等各式各样的周边商品。近日有网红在网络上用超悬梗拍摄搞笑影片，让网友纷纷留言根本神还原，也太燃了吧。你现在连吃两百口了吗？你要再多吃一点才会划算啊。哎，棒棒胖胖怎么会来？做委托，有人说你在练财，他说他吃一口五十，两口八十，三口一百，你这不是练财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在吃嘛，他是很多人在吃。重点是他说会吃到会有牛肉啊，可是他现在没吃到啊，所以我要全包。一定会有牛肉，那我现在全包。哪里有牛肉？你看，哎呦，这的确是有这个炸赌的嫌疑，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在搞事？我觉得这件事很悬咯，这件事有点灵婉悬咯。那胖胖，你刚刚说有包嘛？那这都是你的了，好，全都是你的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样嘛，两百抽太阳饼啊。不是啊，这太阳饼没有太阳，你说吃一口五十，两口八十，三口一百，会吃到太阳。这太阳饼里面一定有太阳。这太阳饼我包了，我看哪里有太阳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好像是有刻意在抹黑我。我没有抹黑你，事实就在这边啊。哎，我觉得这悬咯，有点玲珑悬咯。我是觉得说你们是在搞事，但我不是讲你啊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把太阳藏起来了？都打开给你看，这你有看到太阳吗？店长在处理这个，不要一直凹啦，你现在要推给店长，我还可以更凹哦。我们是一定会有太阳的，一定会有大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飞机杯里面没飞机？飞机杯里面一定会有飞机，就是没有啊，不然我现在用嘛。你看有飞机吗？可能即将要有了。没有啊，讲真的，你真的很能凹哎、欸，我怕我再讲下去我会揍你，不拍了。悬了悬了，我还可以双脚也是没有问题，很能凹，我很能凹，因为再不硬凹就等死。悬了悬了。